OK， 来，欢迎请四位选手走到舞台中间。Up Tempo 第八届亚洲少年街舞大赛中国分赛区合肥站 Breaking Final Battle， 每边是四个 round， 每边四个 round。You ready？ 浩然 ，You ready？ 观众 ，Are you guys ready？Yeah，DJ。
有结果吗 ？OK， 已经有结果了，选手们在场边。OK， 好，非常的，真的，我觉得非常的，这不只是偶然，这更是实力的证明。我是说，假如说浩然和四毛今天再次夺冠的话，浩然我没有记错，浩然应该是第三次连续夺得我们 Uptempo 和北站的 Breaking 项目冠军。OK， 那么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。OK， 好 ，Uptempo 第八届亚洲校园街舞大赛中国分赛区合肥站 Breaking Final Battle 的最终冠军，花落谁家全场一起倒数 ，3, 2, 1，恭喜浩然四毛，将掌声送给阿航、阿哲和航宅。OK， 好，请我们的裁判和选手一起拍照。